好吃。 中间给它开个口，把它翻上去。来的，直接都给你捅破了，你可以装了。看嘛，一根一根的，给它拿来装进去就是。好。全是我做的，让奶奶吃到时候又好看又好吃，我简直还是做点儿。 要把这口口给它封起来，免得大伙儿滚出来。等会儿还差点盐巴来拉一下。拿起勺子。好的。准备点香料，盐巴炒起。 这还难几天，赶紧扩大。 姜泡还焦，烧不到你炒菜。好吃喽！这边边鼓鼓的还蒸到一大盘。就是。 那个炒的嫩啊！十八串，油放多点嘛，就嫩点了嘛。你说的啊，十八串。说的啊。嗯。那个腌好久才能吃啊？还有会儿，还要腌几天了，然后拿去秋节，明天再吃的，正月节。哦。